会好好待着，不要乱来。今天怎么又来一个啊？你做了什么？他们什么都没有做错啊！哼，每一个刚进来的第一句话都是这样。我明明只是保护社会，凭什么我有罪？这世界上太多废物，罪有应得的不应该是我们吧？看来我们都不属于这里。一起逃跑吧！